安安。哎、欸，到时候去那个啊，去香港啊。这样。要去哪里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去那个什么迪士尼啊那些。我想要去看夜景。夜景。就那个啊，太平山啊。我没有去那边呢、欸。你有去过吗？不是没有去过，只是我很久以前去过。哦，我没有抓头发，今天没抓。我刚睡醒。哎、欸，那我就直接秒到底这样。对啊，你一直秒到底就好了，超轻松。真的假的？你有下载哎、欸，所以有新东西、欸。新东西？对啊，如果你看到下载，就代表有你的关卡里面有没有遇过的。有跟哦，是哦。对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猜到你有一些哪些是没有遇到的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子十九康打了十吗？基本上都一直秒下去啊。有那么夸张？哎、欸，真好像真的蛮猛的、欸。真的啊，所以超推荐啊！但是就主要不要第二关遇到那个了，不然的话你一定要回马去。哎、欸，遇到火的、欸。遇到火，三年级那个。三年级吧，可以秒你其实不落花。我秒看看。我也看那个聊天室吧。这样子22，不知道打不打。可以吗？两个男的一起去看夜景，到时候也会有别人吧？怎么可能只有我们两个？知道哎、欸。到时候，珊妮不是也会去吗？啊，好像是吧，我不太清楚。哎、欸，我到王冠了。是不是马回啊？对啊。对啊，所以就说这个很好刷。哎、欸，我这对主要属性应该是火吧？应该是火。23康，应该秒得到吧？主要是火跟水。对，应该是打的死。可以吗？哎、欸，这样就满回了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才说这样子很好打。了解了解，主要就看运气啦。第二关，嗯。哦，我昨天才把那个石头一直刷来刷，然后今天又改了这样子啊。你说刷这张？我想刷那个亚瑟啊。亚瑟哦。对啊。然后而且其实他的那个经验值蛮高的，这个关卡。多少？3000多啊。那3000修行是多少？也是3000多吧，好像是哦。对。